这个不就俩头？最顶啊最顶，清爽清爽的。它这是开黄色的花的哦，这个不会长。水晶萝卜，这个也可以吃哦，平哥吃给你看，酸酸，咸咸的。好像有一种醋的味道。这个吗？哎，对对对，你看看，有一个透明的萝卜哦，可是很小。嘿嘿，这番糕啊！哎呦，哎呦，饿呀！啊，这条也吃一啦！啊，吃得像来啊呢！像水泥呢！咦，这里好像刚长而已呢。没有嘞，没有，这里有一点点，有啦，一点点啦。你看看，它遐近的，把它用起来。哎呀，有有。那怎么那么小？紫色的，嚯，长了到哪里面都有嘞。可是只有前面这里有开花而已。哦，紫色的花哦。可是哦，它这里开花苞的时候哈，不会结种子。它是有底部，它的茎里面哈、长那个像什么一颗一颗的。哎，这里有，加几那五？哇，生几片呢？这条就这一条很大颗。你看这么大碗。这个就是它的鳞茎啦，一颗一颗也都是算种子，这一颗也好像人，哇哇挖断了啦！不小心把它挖断了啦！你看看它里面真的透明的哦。这颗回家切起来可以吃。哇，这一颗很大条嘞，刚才那一颗哦，哇！比得多的这个大粒，哦，你老爹要等你到去，等你好死。哦，大条哦，这个像你相片给我看的啦，就这么大了啦。哦，这个洗一洗哦，会很晶莹剔透哦。哦，想不到吗？这边就有了，两个出头前出卡的屋啊。我们继续挖。回家洗一洗哦，这个很漂亮哦，晶莹剔透的。品个尝口看看。比较酸，比小的更酸。哦，这个哦，这么酸哦，拿回去做凉拌，很大颗哦，应该这个只能大这样而已啊，不能再大了啦。你看看那么一颗一颗的，都是它的鳞茎啦，一颗鳞茎哦，长一株，很漂亮的。哇哇，整株都起来，这样只有两颗而已哦。不要让晶莹剔透哦。哦，你看这猪哦，带回去送给妈妈，妈妈一定哦给平哥。有洗跟没洗的差别，差很多哦。
三叶草大餐呢，这样也行。这可不就叫好？哦，还分差了。水甜啊，水甜，清爽清爽的。可是水梨比较甜，这个比较 不甜。但是哈、哦，这种甜度跟水梨不一样，这种很清甜。哦吼，你看看，这个甜滚滚的，这个比较脆，水分比较多，尤其哈、哦，它释放出一种很清甜的味道，这算都蛮大颗的呢。里面真的都是透明的耶，应该叫水晶萝卜，凉拌的，片刻也来尝尝。哦，你看看，还是一样，有一点酸酸的，好像开胃菜耶。哇！可是妈妈哦，有说过，她也去查过，这个适量就好，也不要吃太多哦。